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165页，165页。我们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啊，前面的比喻是以经作器，器器皆经，若看破诸经器，塔、像、瓶、碗、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器中平等真实之境。这个比喻古大德用的非常多啊，在许多经论当中都能够看到。这是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就见到实相了。立一切，立虚妄差别之相，故云无相。这个意思，我们一直到现在呀，才懂。以前学这个经呢，看到这些句子，囫囵吞枣。真正是没搞清楚啊。我们把这一句多念几遍啊，若看破诸经器，塔、像、瓶、碗、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器中平等真实之境。这些比喻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乃至于精神现象，以及自然现象，这里的千差万别，无量无边，这么多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就是平等真实的相。那是什么？空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虚妄之相，全是从一念不觉、高频率当中产生的。我们在经典上也读过。相思相许相，那个现象里头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把这个谜底揭穿了。
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意念波动现象里头所产生的，不是真的。要说真的呢，物质根本不存在。啊，它存在的时间只是一念。一念多长的时间？1600兆分之一秒。这个里头发现有物质现象。啊，佛经上称它为极微色，又称之为极微之微。佛说这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它分开了，真的没有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我们今天所看到一切物质现象，就是这个幻象累积，让我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感，以为它有现象，其实它根本就不存在。啊，明明在我们眼前，没错，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一样，画面上所看的像，明明在眼前，明明是幻象，明明不可得，明明是无所有。啊，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不难知道，这个像是真妄同时存在。那我们今天只认识妄，不知道真。啊，立妄，放下这个妄的执着，你就见到性了。真性在哪里？真性就在相里头。相境在哪里？境在他相品玩穿环里面，那就是境。你只要不着这个相，你就见到尽。你执着这个相，没有尽，这个地方只有他，只有相，只有频，只有玩，只有串，只有环，没有尽。这就叫着相，就不见性；立相就见到性。啊，性相永远不离开的。虚妄相里头，它性是真的。这个相就是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啊，常寂光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立相就接触到了。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一切相是立虚幻之相，即一切法是一切法的真相。啊，原来真相是自性，原来全是自性变现出来。啊，所以说用这个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了。啊，立一切虚妄差别相，故云无相，物质现象没有。啊，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在一起。我们认为有无是有物质。啊，没有物质，我们就称它无相了。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所以叫无不相。无不相就是它有个真实平等的本体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无相，它能现象。当相立相，相而无相，
耐心摄相，后头这三句话重要。我们怎样才能见性？必须要学会就在相中见性，就在有相里头见无相，你对于这个幻象就不会执着了。你不会在这些现象里头起分别、起执着、起心动念，不会了。因为你知道它根本不存在。所以一定要相而无相，不是把这个相毁掉，你去见了无相，不是的，毁不掉的。一定要就在相里头见相，见无相。这个地方当相离相，离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离。不起心，不动念是彻底离掉了，那就是佛知佛见。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见到真相的少分，没有完全见到，菩萨见多分，如来才彻底见到。下面一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实相立言说，实相说不出来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但说不出来，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就着相了，就不是立相了。所以说不出来。南有怀让法师也是老师考试他，他坚信。老师说，道一句来，就是你说一句，我听听。怀让大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说思一无即不中。”这说不出来。这一句话就通过了。他明心见性，故是非任何世间譬喻所能生明。说不出，也不能想象。所以于上于中，前面讲的比喻，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若误认为实有一具体之金相可得，则认在相中，而非无相之实相。这比喻难呐！这个比喻里头，这些东西精细，通通都不执着。你看到黄金了，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一项都不执着，那有没有什么黄金给你看到了？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是个空相。但是空它又不是真空。它空能生有，
啊，所以佛在那补充一句：“无相无不相。”让你不要误会空相，这真的是空的。啊，空怎么会生有呢？啊，生有是自性，自性因为没有三种现象，说它做空。但是它又能现三种现象，它又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空不能现象的，啊，但它能现象，所以没有东西能够比喻，说不出，也不能想。啊，你这一起心动念错了，着想了，言说着得更厉害了。啊，所以佛才说，这个东西是言语道断，言语这个路不通，说不出来，而且心行出灭，你去想不能想，越想越着想，错了，啊，你也想不到，那就是说，把言语念头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啊，心先出灭，真的就见到了。啊，才见到真相呢。故云：凡有言说，皆无是矣。你说这多难？只要是有言说，都不是，都假的。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皆无是矣。这个你一定要懂啊！无十义里面，它显著十义在里头，这是佛法的妙处啊！你要从佛的言说当中，把言说丢掉，见到十义了。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教给我们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啊，不要执着名词术语的相，那假设的，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哎，我看它是什么意思？错了，它没有意思，你怎么会看出意思出来？啊，没有意思。能生无量意。讲经说法要不要准备？不能不准备，但是也不能靠准备。准备是自受用，演说是他受用。啊，面对面自然就说出来了，不是准备。啊，一定是先由自受用，而后才由他受用，这一定的道理。你自己没有悟入，你怎么会说得出来？啊，所以自己准备读诵受持，我讲的是自受用。自受用里头要注意到，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愿相，啊，自然有悟处。啊，为人演说的时候，众生机感应，他的感自然有应，啊，说者自然有应，感应道交，双方都不执着，能帮助别人开悟。他听了为什么开悟不了？他执着言说相，执着名字相，执着心缘相，所以他所得到的知识不是智慧。底下这一段，云就
啊，又圆觉经云：住幻尽灭，觉心不动。这个觉心就是真心，这个觉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它是不动的，它能够见到实相啊，它能够见到法身，因为觉心不动啊，如果动了，起个念头就动了，啊，起心动念就动了，一动，那个一动就是无明，就把你的本觉障碍了，你就变成不觉了。啊，那么真相就不见了，你见的是妄想，妄想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不是实相，啊，圆觉经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住幻尽灭，觉心不动，幻灭灭故，非幻不灭，故云不用求真，唯虚习见。啊，真就是真如自性，要不要求？不能求。你有求的心，你永远求不到。啊，那要怎么办呢？唯虚习见，你把你的念头习掉就对了。这个见是念头。啊，念老圆觉经里面应用的多啊，幻灭灭故，非幻不灭，非幻就是心啊，自性不灭，这是譬如魔镜。古时候的镜子是铜做的，啊，铜镜要磨，磨干净了，它就能照。啊，现在镜子是用玻璃做的了，比从前进步很多。啊，所以铜镜要常常磨。啊，上面脏的东西磨净了，镜子就可以用了，可以照人了。经中所云幻灭后的觉心与苟净后的明显，均知断妄所显平等一味的实相。磨净实在不是磨镜子，是磨口。净心本明，非从外得。啊，这个铜镜本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面、照见人，啊，照见外面境界。啊，它不是从外得的，是因为有障碍，有脏东西在上面呢，障碍它。它不能照见了，你把它脏的东西磨掉，恢复它的明亮，它又能照东西了。啊，所以理妄即真，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这是真的。
啊，自信本有般若智慧。那现在智慧没有了，我们有三种染污。第一个是起心动念，叫无明。啊，也就是古大德也常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就动了，觉心不动，不觉就动了，就起了波动现象。那这个波动一个接一个，它永远不停止，而且越迷越深。起心动念是小波浪，分别。波浪大了一点了，执着就更大一点了。啊，所以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蒙蔽了。魔镜就比喻裂垢，用这个"魔"字，意思也很深。我们要经得起磨练，在磨练当中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你就真正的受用了。啊，在一切境界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把你磨得平平的。啊，你在所有境界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在里面起心动念，你自己吃亏啊。因为些见界，所有一切境界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你是接触的这境界，称心的就生贪念，不称心的就生嗔恚。啊，称心的想占有，不满意的想离开，这就造业了。这个业造得很虚，很冤枉。为什么它不是真的？真的你造业可以，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啊，就跟什么？就跟看电视、看电影一样。啊，表演的情节你喜欢，啊，你看得很开心，表演那个情节惹得你生烦恼，你一肚子不高兴。你不知道那个电影是假的，你怎么会被它勾引？就是你着相了，你不着相就没死。啊，这一着相引起什么呢？引起十法界，引起六道三途。啊，这个东西通通都没有。跟你说没有三途啊，没有六道啊，也没有十法界，这些东西就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永嘉正道过上讲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你真的醒过来了，觉悟了，全没有了，你找也找不到了。这个话讲的完全正确。
啊，所以真本来有。你求真就是个妄念，你证真那更深的妄念。啊，只要邪见就是希望，你把这妄统统吸掉了，真自然就现前了。啊，所以说不用求真，唯须希望。众生之见皆是妄见。啊，众生之想全是妄想。这话真一点不假，就是我的看法妄见，我的想法妄想。啊，为什么？佛没有见解，没有说我的见解，我的看法，佛没有，我的想法，佛没有，佛没有什么看法想法，如如不动。啊，这是真智慧现前，定慧。啊，定慧就是佛。啊，你向他请教，你提出问题，他从定慧当中流露智慧，来回答你，叫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众生有见有思，佛菩萨无见无思，用心德来应你，啊，来帮助你解决问题，来修正你的错误，啊，是真正的佛知见也，啊，佛知无知，佛见无见。无见无不见，无知无不知，叫妙啊！啊，下面这段讲的详细。又要解云：无人现前一念心性，心性就是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这个不在中间，就不是空间。啊，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它不是时间。说明什么？说明你我们的自信。你不能去找，但一念心性在哪里？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在哪里？就在当下。啊，非青黄赤白，这不是有颜色的，它没有颜色。没有色彩，不是长短方圆，它没有形象。啊，非色非味，非色非香，你鼻闻不到它；非味，你舌尝不到它；非触，你身体接不到它；非法，你的第六意识缘不到它。他什么都不是，密知了不可得。为什么？你密知是以心求心，错了，头上安头，不可言其无啊。啊，虽然他了不可得，他能现象，
你看，具造百界千如，这就是还原观上，从一体起而用。它能现全宇宙，你不能说它有，全宇宙都是妄想。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八庄严土例外，没有讲，那就说明十八庄严土也是虚妄的。这桩事情，我们到现在总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有。可不可以留念？不可以。因为它也不是真的，它不是永恒的。因为你证到妙觉果位，极乐世界就不见了。他也是梦中境界，梦里明明有，一觉悟之后他就没有了，觉悟你到哪里去？你回常寂光了，他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学佛最后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果觉。回归常寂光呢？回归到哪里去了？回归到变化界、虚空界。那个叫发生。无量无边呐，无相无不相常若我净。这四德圆满具足，真真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下面说，立一切缘律分别语言文字相。缘律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你想全错了。你用言语说也错了，你用文字写也错了。二缘律分别，言语文字下，非立此别有自性。这些东西，缘律，缘是第六识，律是第七识，分别是前五识。语言文字这些东西自信就是真心就是自己的真心本心。这有个小注，如上比喻注气皆不离精，这些东西也不离自信，全是自信变现出来。要知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两句话重要。
啊，立一切相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只要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即一切法，本来就是自性。啊，就是自己，我们前面所说的，哎，现前一念心性，一切法都是一念心性所变现出来。佛法也是，世间法也是，世间法跟佛法不二啊。迷的时候有二有三呐、啊，悟的时候不二啊。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无相无不相，你都见到了。你要是离，通通放下，就见到无相。你觉得这一切就是的，你就见到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实相两个字也是假设的，也不是真的有个实相。哦，你要认为这些差别相之外还真有个实相，你找去，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呢？原来差别相就是实相，无相是实相，无不相也是实相。所以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啊，多念几句，反复念几句，慢慢你就明白了。啊，问题全部在外头，都在自己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你有这个东西，你就永远搅不清。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就在当下。得受用啊。啊，可见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之强名。这个名字勉强用的，不是真的。他没有名字相，名字相全部都是勉强建立的，为了教学方便建立的。你不执着，你就真的。你要知足，就麻烦了。死在名相之下啊！所以，为什么马明菩萨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不可以执着心缘相，自己以为怎样怎样，全是你自己的妄想，你的妄念，不是事实真相。无人一念心之性，这个心是本体，是一切万法的离体。啊，强名为自性，勉强取个名字叫自性。啊，你千万不要执着这个真的有个自性。啊，你要执着呢，那就错了。所以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这一句话重要。可见呢啊，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的强名，无人一念心性之性，之性啊，强名为自性，二足密心不可得，即是安心静的，但不可言其无。
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承禅宗，在少林寺面壁9年，才出现一个慧窟。慧窟很难得了，求老师傅指点。老师傅在打坐，外面在下雪，他站在门口。站了多久呢？那个雪下到膝盖了。总有1尺多深了，那下了很久了，他还站在那里。老和尚还是闭着眼睛。老和尚很清楚。老和尚大摩祖师如如不动。慧窟就是表示他的诚心。那个时候，出家人身上都带一把刀啊，戒刀啊，衣服上这个带子就是挂刀、拴刀的，把刀剪下来，把自己的手是胳膊之内砍断，拿着这一只。这个左手啊，供养老和尚。老和尚这个时候不能不睁眼睛了。他说：“你这是为什么？”慧可说：“我求大师安心，我心不安，求大师安心。”大摩祖师沉醉着说：“现在很多大摩祖师的像。”都照的这个相纸，这就是你把心拿来，我替你按。心拿来呀，我替你按呢。慧可法师回答，他想了半天，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的心呐！大摩祖师，月如安心静，我把你心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开悟了，这衣钵就传给他，禅宗第二祖。真诚到极处啊！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就舍妄真真，所以二祖密心不可得，那就是安心静了。但不可言起无，你说他有不行，找不到他；你说他无，你也找不到。你说他非有非无，你也找不到他。后头有立四句绝白非。只要你起心动念，你找不到他；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在现前。这是大乘最高的佛法了。这是大乘究竟的境界。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眼前。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成年累劫，浪费多少时间找不到。六祖云：“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也不知为有是能生万法，你不能执着它有。”
啊，好比我们今天电视频道一打开，你看里面五花八门，样样现象出来了，不能说它有啊。我们今天看这个花花世界，你不要当它是有啊，当它是什么？这是荧幕现出来的啊，电视荧幕、电影屏幕是出来的，它根本就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你心就清净了，你心就不生烦恼了，你就得大自在了，那就叫成佛了。你认为他有，错了，你是凡夫；你认为他无，你也错了，你也是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通通不知足。啊，有一事无一事，啊，通通都是，你就真的见性了，你真的实相了。啊，所以六祖这一句话说得好：自信能生万法。不能只为有啊！你认为一切万法真有，错了。盖立四句绝不非也，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解。啊，四量是第七识，恒生四量；第六意识是分别。啊，我们第七识、第六识。都达不到啊！世间知识，第六识、第七识管用。自性里的本具的智慧，那这个是障碍啊，决定不能开悟，决定不能见性，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四句不非，这是佛门很普通的术语。啊，我们参考资料就都有，诸位自己去看。啊，灵敏洞彻，湛极长恒。啊，这是形容心得。啊，自心的启用啊。啊，灵，真的是灵。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这灵呢？啊，灵，它就明，明是明显，一丝毫都没有障碍。啊，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呀！啊，动彻，啊，这是说彻底。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你洞彻，你全部都了解了。啊，洞什么？极其微细，你都见到了。啊，这是心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这不是神话，这是自性的本能，人人都有。
啊，佛法里讲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自性，它是平等的。啊，佛没有说我比你高一点，佛没讲这个话。啊，佛给我们大家讲都是平等的，我有你也有。啊，不是我有你没有，不是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自性里头，个个具足。啊，佛法叫真平等呐！啊，虽然灵敏动车，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可是怎么样？它有瞻即常恒，瞻即是定，灵敏动车是慧。啊，慧从哪里来的？慧从瞻即常恒来的。这定呢，慧从定中发现的。定慧是一，不是二。定慧可以互为体用。啊，慧是体，定就是用；定是体，慧就是用。湛然，像水一样。干干净净，一丝毫污染都没有，即是不动，啊，没有波浪，啊，长恒，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一念不觉叫它动了，动了叫无明，什么无明呢？灵明动彻没有了，一动它就没有了。故名历历了，这也是形容。啊，只有自性，里面般若是光明遍照。啊，遍照法界。啊，法界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三种周遍，第一种就是财动，就周遍法界。啊，第二呢，出生无尽，啊，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出生什么？出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出生一切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啊，就真像万花筒。啊，第三句，含容空有，我们要学，我们才有条件来学佛法。如果没有这一句，我们对于大乘佛法真是向往，这一生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你不具备进门的条件啊，大乘进门的条件是含容空有。这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老人所讲的“量大佛大”，你量大才能入门，你量小入不了门。啊，含空，空是虚空，就是心包太虚。啊，容是容纳，容纳万有。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
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你心量多大？能够容纳遍虚空，我能够包容全宇宙。这就对了。啊，这是沽名利利了，冰河虚空。啊，冰是光明很盛的意思。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光明，遍照虚空啊。这就形容。心量啊，灵光独耀啊，迥脱根尘，这是自心其用啊。根是六根，尘是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面对的呢是色身香味触法脱离开了，把这个放下了。迥是远远的，深远的意思，远远的摆脱掉根尘了。啊，这个东西这种障碍，这是啰嗦。啊，把这些东西洗刷干净了，摆脱掉了，剩下来的灵光都要。啊，就是光明遍照。啊，这是自信智慧光明。故莲池大师赞曰：啊，莲池大师对这个自信的赞叹，说大哉真体。啊，这个大哉是赞叹，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够赞叹的，只用个大哉，就是伟大伟大的意思。啊，没有言辞再赞叹，啊，不可得而思议者。啊，言语道端，心性出明，无法想象，无法言说。其为自信语，这什么东西？只有自信啊！当人自信，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也是一切众生的自信啊，也是整个宇宙的自信，一切万物的自信，跟我是同一个自信。啊，这些话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大乘佛法的伦理观。啊，伦理是讲关系，大乘佛法讲的关系，变法界虚空界，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是阿鼻地狱众生，还包括着这些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啊，时间、空间，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我们信德里头流出的第一德是什么？就是大慈大悲。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亲爱，这个德自然流出来，自然能够真正去亲爱一切众生。啊，你不会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喜欢这个喜欢的，没有，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无量的慈悲。啊，对人对事对物。对待变法界虚空界，
叫一片慈悲，叫大慈大悲。我说为什么？一体。啊，我们把整个宇宙比喻做一个身体，全身体这个汗毛都是自己，能不爱惜它吗？你把它痛了。啊，每一个细胞你都爱它。啊，这个细胞出了毛病了，你赶快就帮它治疗。啊，平等的爱呀，无私的爱呀，就是没有分别执着的爱呀。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法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入这个境界了。如果在这个境界里的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喜欢这个讨厌那个的假的，那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啊，真出六道轮回不一样了，他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啊，是自己一体，同一个自性。啊，华严经就讲这个。贤首过思，望经还原观这一篇论文非常精彩啊！啊，是讲《华严经》上讲的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给你讲的清清楚，自性变现的，一个自性。啊，它的本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你看这个名词，啊，自性，自性是清净。六祖慧能开悟了，第一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啊，圆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就是出生无尽，这大圆满。那明是光明，就是智慧照耀。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啊，后头体是万物依他而生，依他而现，整个宇宙它是能生。能现，宇宙是所生所现，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怎么回头，怎么样去修正？啊，从哪里下手？贤首过思告诉我们，四德下手。啊，四德是基础。你不从这下手，你回不了头来。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妙用是不着相，就是此地讲的。啊，你能够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就是随缘。啊，并没有离开一切法，即一切法，但是离一切相，不着相，这叫妙用啊！凡夫他随缘不妙啊，他着相啊，啊，他没有办法把相放下了，啊，也就是说，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妄想。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叫离一切相。啊，立即同时，所以他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第二个，你是真菩萨，
你要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这唯一有责。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别人的好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佛弟子。佛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弟子学佛也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这是什么？教化众生，头一个身教啊，身具足万德，万德万能，用这个身表现出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能说空话了，说空话叫缺德。为什么？你欺骗众生。佛家不妄语，这条戒你破了，你没做到啊。起心动念欺骗别人，不是佛弟子。所以佛弟子要老老实实。要做好榜样。个人是人的好榜样，团体是团体的好榜样，在家家是所有家的好榜样。在国是所有一切其他国家的好榜样，他都是带头，做好样子给人看。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如何制止？这是待人接物。用什么样的态度？和颜悦色。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内因里面真诚，外面如何？菩萨了。大乘教里头，在中国，如何制止？用弥勒菩萨做代表。弥勒菩萨满面笑容，把他老人家摆在大门口。意思是什么呢？什么人可以进佛门来？笑眯眯的就可以进来。这入门呢？入门要欢喜啊！对待什么人都欢喜。欢喜就能把别人的罪障化解了，没有怨恨，才能化解冲突。带着怨恨，那个冲突是永远不能化解的。真诚的爱心就能把问题解决。解决争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台湾有个故事。是吴凤说，对吧？你看吴凤，两个族群斗争的时候，他们好像是祭神呢，要杀人。吴凤哥调解没办法，非杀什么？不杀，杀人祭这个。祭这个神，神就不灵，不保佑他们。吴凤就告诉他：“好，
明天早晨你们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你们就把他杀掉。明天早晨果然看到了，就是吴凤。杀了之后才知道，才看到是他。好了，从此以后不再杀人，即人。这个陋习就化解了，就解除了。这是什么？舍命去救这些人，劝这些人不要杀人。牺牲自己生命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纠正过来。所以乡村的这个技能庙、五凤庙，调解纠纷呢，要有他这样的精神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真诚比什么都可贵，真诚能感动人，能让人悔过，能让人自省。下面这一段，第五段，我们看。黄念老的主席，摄像之旨如上粗明。前面还是讲的简单，大致上讲清楚了。至于本经的体现，何得称为摄像也？那么佛这部经根据什么道理讲的？根据事实真相，所以他不迷信了。下生起说，这下面详细再说明。世亲菩萨，世亲就是天亲。往生论云：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啊，愿心庄严应之。这个我们在往生论上学过的，没有学全文，我们学过29种庄严。这是向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国土庄严，极乐世界庄严，功德成就的。第二个呢，佛，极乐世界的老师阿弥陀佛，这也是庄严功德成就的。第三个，菩萨，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也是功德庄严成就。那么这三种成就，愿心是48愿，阿弥陀佛的48愿。下面庄严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这是建树。如果要具设的话呢，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行的功德。庄严他的愿心，成就极乐世界三种庄严，这个不得了啊，不可思议啊，这应知啊。六舍入一法具故，六舍就是总而言之，用一句话来说。这一法句呢，就是清净句，
什么叫清净句呢？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是明心，无为法身呢是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啊，次底下是念老小注，此论是指往生论，只显四离无碍的一真法界，即是而真，当相即道啊！啊，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依照净土三经修学往生的心得报告，给我们后人做典范了。啊，他怎么修的？他怎么成就的？啊，他讲得太好了。这一部论里头，直截了当，显示出四理无碍的一真法界。啊，即四而真，当相即道。这是讲极乐世界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全体是法性身，是法性土啊，身土都是法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身土。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也就是三细相里面的境界相啊，是通过意念呢变质了。跟法性身、法性土不一样啊，法性不变。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物质，啊，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属于波动现象成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离开波动现象，它全没有。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不是波动现象，它跟波动没关系，它是自信心得流露出来，所以它那个地方一切法不生不灭啊，这个不生不灭，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讲的生灭，是念念生灭，叫刹那生灭。啊，我们的同学，常常我们在一起学的，说念念生灭，你们知道，一般人不懂。啊，这个念念是。弥勒菩萨所说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动个念头，佛就问弥勒菩萨，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
有多少个物质现象，相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识，识就是受想行识精神现象。佛这一句话里头问三个事情，念头有多少，相有多少，识有多少，是受想行识有多少。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有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就是我们动一个念头，里头有320兆，而且是什么？一弹指，就这么长的时间，有32亿兆个细念。念念有形，这是答复他相。答复释迦牟尼问：有多少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天天念心经，五蕴皆空。五蕴是说什么？五蕴说这个微细的念头，就是32亿8000年里头的一念，那一念具足五蕴。色受想行识嘛，相就是色嘛，识就是受想行识，这才知道五蕴是讲的这个东西啊。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皆空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跟般若经常对的就能对通了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通得上了。弥勒菩萨讲一弹指，现在我们的科学时间单位用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弹得很快，我相信年轻人有体力的弹得很快，至少可以弹5次。32亿8000年乘五次，再乘五，就1600兆，就是一秒钟。一秒钟是1600兆个生灭，动的都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就是大乘教上讲的生灭相，是指这个生灭。这个生命就念念都在生命，一个生命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生命又是一个现象，绝对没有两个生命像是相同的。但是前后的生命相有相似，不完全相同。这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相似相虚相，这才说出事实真相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极乐世界怎么？极乐世界它也是一弹指32亿8000年。但是他那个念那个相呢，他是相似，他是不是相似的，他是真的是一样的，平等的。为什么他没有波动现象？极乐世界没有波动现象，没有波动现象，所以他每一个相，他是相虚相，真的是相虚相，他不是相似相虚相，他是真正相虚相，所以
极乐世界人寿命长，无量寿，但是相貌不变，不像我们这一年比一年老，他不老。他为什么不老呢？他不是生灭的，所以他就不老。啊，花草树木也不老。啊，山河大地也没有灾难。啊，我们这边为什么有灾难？就是它是变动的。这个变动，整个宇宙的变动，谁在那里掌握的？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善，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毛病，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啊，善念嘛，如果心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啊，心的念头是贪嗔痴慢疑，是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行为是搞杀盗淫妄，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会长病，对身心不健康。居住的环境就很多灾难，啊，水灾呀、风灾呀、地震呐，这种通通都来了，啊，所以身跟外面的环境全是自己业力所感，啊，现在人不懂得道理，不了解真相，以为这是自然灾害，不是的，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我们把自然破坏了。啊，自然是顺乎性的。中国古圣先贤教人都是顺性的。啊，性德的核心就是孝。啊，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孝敬两个字是性德的核心呢、啊、中心点呢、啊。我们老祖宗了不起、啊、我们相信至少也13000年之前老祖宗就发现了，用这个来教育后代。啊，一直到前清，啊，我们相信10000多年，啊，叫什么？叫孝，叫敬。啊，所有一切的德目都是从孝敬这个核心延伸出来的。啊，所以孝敬是核心。啊，人如果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就完了。古时候，教书这个行业是非常清苦，啊，从前认为你是干哪一行的？我是干夫子的，夫子就是教书的。啊，就是当老师教学生的，啊，多半都是穷秀才，啊，读书考试不及格，啊，当一辈子秀才，啊，国家是给你一点钱，不多，仅能让你过普通的生活。啊，清寒的生活，啊，他的贡献太大了，啊，是要把下一代教好啊。下一代人有没有出息，要靠这些人。所以，虽然很清贫，但是
他对社会大众有贡献，社会大众对他非常尊敬，这是他得到的安慰。那第二个就是医生，医生是救人生命，秀才是救人慧命。古时候医生给人治病不讲钱的，病人来了赶紧治病要紧，病治好的时候随意，你家里有钱多给一点，没有钱少给一点，再没有钱医药费都是医生送的。所以医得了他是救人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两种人普遍受到大众尊敬。现在都编制了，老师教书要开补习班，为什么呢？好东西讲教室里都不教，你要学吗？要学到补习班里来，补习班教学费，我再教给你，都变成买卖了。商业化了，现在各行各业全部都经商了，全部都商业化了，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德呢，德没有了，问题全都出来了。那么极乐世界种种义真庄严，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在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不单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花草树木也都在讲经教学，七宝池里头的八功德水，水流的声音在说法，极乐世界的鸟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六尘都说法，这就是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到极乐世界，你六根接触到的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极乐世界学佛快，你想不听也不行，走到哪里听到都是说法的声音你看到每个人都在那里精进不懈所以一一皆是实相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之菩萨，这个了不起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只有极乐世界一家有。阿惟越之菩萨，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慧能这一流的人，这就是全世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这不是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
这弥陀的恩德太大了，说不尽了。有这个能力，在极乐世界就能够化身，同时化无量无边身。到哪里去呢？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同时去啊，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求慧呀、啊，佛慧双修啊。就他一天修的佛慧，我们这个世界修一劫都比不上他。他有这个能力呀、啊。啊，那自己本身呢，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有离开。你看，本身没有离开讲堂，分身到十方，哎，每一尊佛都拜到了，都供养到了，每一尊佛说法都听到了。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部经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可不能错过啊！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其他事情全是小事。啊，要把这个摆在头等大事。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快就成佛了，就毕业了。啊，所以这是修行成佛的捷径，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一一皆是实相，故云本经以实相为体。啊，就把证据说出来了。明朝居安大寺曰：“群灵日照，知显于心远，受量光明，权彰于自信。”群灵是宝树，日照就是七宝池。啊，七宝池里头八功德水。啊，这个都是依报庄严。它从哪呢？自信变现的，它不是阿赖耶变现的。啊，极乐世界我们身体是自信变的，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这些物质环境通通是心得自然的流露。啊，光明受量光明，这是珍宝。啊，到那个地方，人人是无量寿啊，是真的无量寿啊，不是有量的无量啊，是无量的无量。真正无量啊！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无量啊！在极乐世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那就是无量的无量。它这个有量无量跟无量无量是连接在一起的，当中没有分开的。啊，全彰于自性，彰是彰显。换一句话说，都是自性彰显出来的境界。啊，优希大师《云中钞》里面说：“夫群灵日照，
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啊，穷林遇到依报现象，受量光明真报现象。这两句话就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法之相，它就代表了。然则执心于心云，权杖于自心，故何相之可得也？啊，既然是出之于自心，自信无相无不相，所以不能说它无，也不能说它有。啊，这下面给我们解释的好啊！啊，何相之可得呢？所有一切相，无论正报依报，都不能执着。啊，执着就错了。为什么不能执着？他不执着，是因为往生的人啊，佛来接引你，你是莲花化身。啊，莲花从哪里来的？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愿力做莲花的因。我们自己信愿持名做莲花的缘，莲花就长大了。我们真信真愿啊，天天念阿弥陀佛，念得越多，花就越大，光彩就越好。等往生的时候，佛拿着这段话来接引你，画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的。啊，你坐在这个莲花里头，这个花就合起来了。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花开见佛，你的身体完全变了。啊，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带着阿赖耶识这个身体。在莲花里头就开始变化，就产生变化。到达极乐世界，花一开，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啊，就是常住不坏的身，不会变异的身。啊，虽然长寿无量寿，永远不衰不老，啊，不会生病。啊，法性身呐、啊，这个是所有一切修行法门里头成佛最稳当、最快速、啊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殊胜法门。我们遇到真不容易啊！啊，真正透彻了解的，没有不选择这个法门。啊，华严宗到最后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都求生净土啊，文殊普贤菩萨了，通通求生极乐世界。啊，天台大师。啊，智者大师往生净土的，所以天台历代的这些祖师念佛往生的太多太多了。啊，最近的地仙法师生净土的，在香港原籍的谭旭法师、定西法师。这都天台宗的，通通都念佛往生。啊，他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
没有任何怀疑了。啊，一向转念，他成功了。所以此证是无相不相，那个无字贯下来，无相无不相，相而无相，这正体，这就是实相的意思。啊，下面是念老的话：“盖无人心性，量通法界，这一句话要记住。说到我们自己份上来了，我们自己的心性，量通法界，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要把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固然是赞佛的，实际上呢，我们自己也如是。这个我们才真正得受用啊。那我们不仅仅是念的是佛啊，我们自己跟佛没有两样啊。啊，佛是把三种障碍去掉了，放下了，我们现在是没放下。那现在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赶快放下。啊，放下就是。啊，临明洞彻，湛极长恒，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极乐国土非在心外，百劫千辱皆我本具。啊，这话说得好，后面说心净则佛土净，土净则我心净，何有一法在我心外？啊，本经所全。全就是详细的解释，这些本性，全章自性，当相即道，无非实相。啊，今天时间到了，这几句话了，我们底下一堂啊，要细细的来解释。